拜庙的时候，其实不能落地。拜庙的时候，头旗所有的公旗，因为地是比较窄，所以地的旗面可以放到地，旗的这个都不可以放到地。旗杆啊，旗杆跟旗面都不可以放到地。在云的折扇车，好存在的是大概好存在的少。所以在出力的时候，你要大概注意一下那个力道，力道就是你要收啦，不要整个下去，然后就碰到地。有时候角度太大，这样。Thank you.